新加坡旅游攻略，不用看就问我就好了。然后呢，是吗？我今天还是一样，青苹果汁，做常喝的果汁，青苹果汁再加芹菜，不吃苦瓜，听说可以排毒、养颜、美白，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。开心就好。我出席的晚会是要吃饭，可是七点半才吃饭，可是我每次都是6点就不知道，现在就开始了，就很想吃饭，所以我们在纠结要买饭。还是要饿着肚子去 event。 今天我早上6点被我儿子叫醒来的，他现在在跟爸爸在一个 Jocktopia。 Jocktopia 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这里有，就是这种哦，对吗？他现在跟爸爸在玩，开心。喜欢海洋生物的就可以去 Sea Aquarium， 我们的 Sea Aquarium 可以喂魔鬼鱼，也可以去跟 Dolphin 近距离的接触。我们的水族馆是非常非常好玩，非常漂亮的，也可以去我们的动物园。动物园有分3个，一个是动物，陆地上的动物是 Zoo， 是那个河川生态园，会看到很多的河的动物，有鱼啊等等。然后你可以去我们的飞行公园，全部都在一个地方，那里就可以逛2天，小朋友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。我觉得新加坡真的是小孩的天堂，时不时他们都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，好像 Jumptopia 我会解释新加坡旅游攻略，不用看问我就好了。那你看还可以玩这个，超好玩，真好玩。他会坐一个小车，就这样下坡的这样滑下去，然后再坐一个车上去，然后再滑下来。你也可以坐船带他去看新加坡我们美丽的城市的风景，也可以带小朋友去那个 Ferris Wheel 摩天轮，从高处看到很多新加坡的所有的景色。当然有我们的植物园，你可以带小朋友去 Garden by the Bay。 Garden by the Bay 有一个地方是 Water Play， 然后小朋友可以在那边玩水，玩一整天，就类似的。你看还有这些，完了就吃，又很容易吃，吃不停，等不停，一下子一个周末就过了。我们的机场也是很好玩，有主播，主播是可以待半天。我如果碰到假期的时候，我就会非常兴奋，我就会开始计划要去这里，要去那里。如果新加坡有新的一些小朋友的活动，我就会非常的兴奋，我就会去安排。好像我已经安排了那个动物园去当一天的 zookeeper， 就是怎么去当动物园的管理员，可以跟儿子啊一起去看看怎么去照顾动物园里面的动物，也可以去喂动物园里面的乌龟，还可以跟我们动物园里面的很有名的阿明偶然无端吃早餐。 OK， 我要换衣服了，会儿见。这个跟这个的那个位置不一样啊，拉下一点，这是拉下一点。把我耳朵拿下来，然后你放上去，没办法，放上去。好，累了。OK， 戴个耳，不要讲，不要嘴巴来，镇定这样。没事，没事。